呢个系咩嚟噶？呢个呢个系嗰个 patient 嘅有一个癌症喺呢度嗰个肺嗰度咯。然之后你可以见到嗰个肺系咪系会喐嚟喐去嘅？所以我哋嘅机器系比较准啲，佢可以同机器讲，如果个肿瘤喐到系咁样嘅地方，你先至可以开始做电疗咯。所以比较准确啲，因为之前好多嘅病人去做电疗，去做35摆，而家我哋有一个咁样嘅机器，知道嗰、那个肿瘤点样喐，所以呢个病人就系做5摆啫。做5次，即系有啲人做35次，35摆都做唔到，而家做5次就做到。做到，所以而家呢个 patient 系我哋2016嘅 patient， 然之后佢有到翻嚟做嗰个扫描啦，所以个扫描嘅结果系好好咯 ，patient 已经嗰、那个 cancer 已经唔见咗。呢个系2019年做嘅咯，做 MR 做嗰个 PET scan， 开始 survive 咗。呢啲系咪我头先见到啲机器咧？唔使开刀嘅，使唔使？唔使啊，唔使啊，唔使开刀嘅。所以 patient 可以入嚟做做下电疗就翻屋企咯，都可以去做工。因为我哋有啲好好忙嘅生意人，佢讲 OK， 我朝早嚟做电疗，然之后做完电我去开会，即刻开会都得。即刻啊！所以有时人哋有一啲话做完电疗会有嗰啲副作用，副作用系冇，因为佢讲佢会指定一个时间，佢讲我做完电疗之后，我马上去开会，所以我哋要迁就佢嘅时间咯。阵间可唔可以带我睇下呢部机啊？可以啊，可以啊。好啊，好啊，学到好多嘢。而家入咗呢间房咧，听佢哋讲咧系全亚洲第一部嘅机器啊，咁系做个脑嘅，做个脑嘅手术嘅，但系唔使开刀嘅，瞓咗呢个床得啦，跟住有个呢啲，有个呢啲面具喺度。哇！我而家瞓咗喺呢个机器度啊，呢个机器咧系我嚟做咩啊？我头先听佢讲咧系老人痴呆症都得系咪啊？帕金森啊。老人痴呆症系咪啊？唔记得嘢嗰啲。老咗。手震嗰啲。帕金森。帕金森系帕金森。所以而家你好似你，我哋当你系病人啦。系。而家做治疗之前，我哋要帮你做一个面具咯，一个面具。我哋要做呢个面具，因为我哋唔想你做治疗之后，你个头喐嚟喐去。所以你的头如果喐嚟喐去的话就会不准了。所以如果我们当然我们的 patient 不会戴帽啦。因为你现在是那个穆特尔帽 我可以给你戴。我不可以除帽的。我知道我知道。所以我戴个面具我们才可以做治疗咯。Okay. 所以我可以帮你讲一讲patient 我们的那个结果啦。我可以帮你做一个 sample,okay.你见到嗰个 patient 嘅肿瘤有5粒冇？一、二、三、四、5粒嘅肿瘤。然之后佢做咗个面具嘅治疗之后，做咗3摆，佢嘅肿瘤全部都唔见咗啦。三次咋？三次啫。但如果以前冇呢个机器咧，佢要点样做啊？佢哋要做5摆到10摆，然之后佢会甩头发，全部甩晒。不过而家patient 佢唔会甩头发。这个是第一步。我们 Southeast Asia 我们是第一步。所以这个都是我们其中一个 patient， 你可以看到他的肿瘤是不是压到他很重要的器官。他来的时候他不懂得做，他的脚不可以行了。所以我们做了之后你看到他的 result， 他们的肿瘤全部不见了。他再可以行回路咯。真的行回路。行回路。几多岁啊？27岁。咁后生。咁但如果年纪老嗰啲咧，都可以啊！我哋都有一个70几岁都有。如果做一个 mask 系咪 ？Before that 系咁样嘅。OK， 我哋 patient 会 recommend patient 做一日嚟。所以我哋会做个 mask 先，我哋会消热咗佢，消热咗佢，跟住得到佢开始用，我哋就会 line according 个 patient 个面嗰度 ，make sure 佢系 accurate 嗰个 size 嘅。我哋会做两个，一个系呢个一个 mask， 一个枕头。Because 每个人嘅个 size 系唔同嘅，所以就所以我哋要 customize，make sure when 佢做 treatment 嘅时候，系个喐动系最少最少嘅，所以会减低个 side effect 咯，唔会话射错第啲地方。因为你要喐动先，系咪唔使麻醉？唔使麻醉，醒嘅全部。我哋可以播歌俾patient， 因为有个 patient 我要求刘德华嘅歌啊，我哋都可以播啊。
即係佢完全清醒之下嚟。清醒之下嚟做嘅。但係冇痛嘅感覺，咩都冇。冇痛嘅感覺嘅，除非佢哋有自己隔機嘅playlist， 我哋可以插入我哋嘅 speaker 就俾佢哋。都得，冇問題。哦，咁好犀利，但係傳統一定唔可以咁啦。如果你中了一个喉咙的皮肤嘛，你少数都会有真的少数。你开手术个，这个又几学到嘢啊！我都学到嘢。我哋继续去第二个部门。真系听过。嗯。睇下呢度啲环境先，呢个系佢嘅手术室啦。咁啊，最主要就系呢个仪器啦，佢仪器好大嘅。好啦，我哋又去第二度啦，衬晒你啊！好啦，呢个系咩室啊？公社。O K， 可以见样系咪啊？今次可以见样啦系咪啊？呢、這个系放射治疗室系咪啊？系啊。我系超级英雄啊 ！O K， 呢度系医院嚟，其实呢度唔系游乐场啊。O K， 咁呢个机器咧就系、是、做呢个癌症嘅治疗嘅，咁咧。病人就瞓咗呢张床啦，跟住有个好靓嘅面罩嘅，咁呢个叫 True Beam Radiance， 中文名叫咩？直线放射治疗，咁就专门系对付啲癌症啦。咁个机器咧就360度旋转啦，跟住前后啊、上下、左右都可以嘅，即系身体任何部分都可以去治疗到咯。同埋係好新嘅機器咯，咁佢嗰啲輻射性又好低啦，輻射性好低啦，咁對病人嘅影響咧，盡量減到最低咯。咁而家唔係真係治療緊嘅，只不過係示範俾我哋睇下呢部機器。咁喺東南亞嚟講咧，馬來西亞呢邊嘅醫院咧，都係我哋見到佢哋嘅設施都係好先進嘅，好多新嘅機器咧都會有齊曬喺度咯，同埋佢哋嘅收費咧亦都好合理咯。呢、這個治療一般係大約要幾多錢到啊？Depends on package 不同的 parts、不同的 technique 會有唔一樣的。最基本如果最少嘅。是有没有20,000，即是20,000，是不是20,000马币到起啦，咁样当然不同的治疗有不同的计法咯，咁因为它是牵涉全个身体嘛，所以都是到时真的看个实际情况咯。我们现在这个房呢就是 check 下那些病人有没有癌症的，同埋看看可以走咗去哪些地方。咁呢部机器就系咯，瞓喺度咯，跟住打啲嘢落个身体度。O K， 得冇问题。O K， 其实我广东话唔系咁好嘅，所以呢个就系我哋嘅PET CT machine。所以我哋有两个唔同嘅 scanner 喺入边，一个就系 PET， 一个就系 CT。所以嗰个 PET 咧，我哋攞嚟用。嘅用處係我哋打開藥水落去照嘅時候咧，佢好似一個相機咁樣，佢會 detect 嗰個藥水、那個輻射響病人嘅身體會發出嚟，所以嗰個 detector 就會 detect 嗰個就係 PET。But PET 係嘅鏡片出嚟係黑白嘅，所以睇唔清楚。That's why 我哋要加個 CT 落去，等佢哋 combine 兩個一齊，變開醫生會睇到嗰個部分清楚啲，佢會走去邊度。所以我哋用呢架機器嚟 check。第一期的 cancer， 我哋去睇戏又走开去边部分咯，所以我会用一个机器。我病人做开治疗，医生都会 send 佢哋嚟照呢个，因为我要 check 清楚睇个治疗成功唔成功咁样样。多谢你介绍啊。头先嗰部机器咧，头先嗰部机器就系呢部机器啦，中文叫正子电脑断层扫描啊。咁好多時候我哋嘅 CT scan 係咁樣嘅顏色。如果你做 PET scan 嘅話，我哋就知嗰個癌症去咗邊度咯。如果你走去其他地方，我哋都可以檢測到。OK， 跟住就可以對症下藥啦。好，攞個呢個翻去先。